昌的万隆广场从4月5号开始陆续复工复产。复工复产后的商场、小餐饮运营情况如何？今天我们到初山饭团和玩茶一派这边来看一下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玩茶一派和那个初山饭团的那个经营者。然后我们商场是从那个4月5号开始那个开业的，中间我们停了差不多将近2个多月。然后过年这段时间也是，本身是我们这个商场里面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段，然后我们已经错过了。这边就是我们为了过年，就是这个旺季，然后准备一些那些食材，然后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卖出去。然后现在对我们现在来说经济压力也特别大，因为年前准备货的话，那个里面所投入的资金太大了，现在我们每天营业额只有100块钱不到，而且全部是靠了一些外卖，商场里面基本上就是没有人进来，每天的成本差不多近1000块钱，这现在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。我这边希望就是一个是商场能稍微降点房租，然后的话这边的话能帮我做个宣传。为了这个自救，其实我们现在做了很多活动，然后在美团和饿了么上面，然后都是相当优惠，我们基本都是按的成本的价然后再做的卖，也不是很理想。然后的话我们现在后来又通过那个社区那个群，然后让大家团购，然后我们这边自行配送，暂时还没有特别大的起色，但是我们也想坚持下去，把这个事情做好，尽量做到能自救，然后等到武汉这个市场正常恢复，我们每天用的食材都是每天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新鲜的，米饭都是每天提前先煮好泡好然后再现煮的。关于我们这个食材的选择和那个食品的安全，大家都是可以放心的，而且我们食材下面都是用那个冷藏的，就是觉得不会有任何问题，店里的卫生也是做得很好的，都是根据武汉那个防疫中心的要求做的。为了回馈就是周围居民的支持，然后的话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饮品然后第二杯半价，比如说这个原味奶茶的话原价10元，然后第二杯的话只要5元。然后我们饭团这边的话是也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惠活动，然后满35的话我们这边送一杯价值12元的纯牛奶，还是很划算的，大家有需要的话就过来订购。然后的话我们这边还是免费的给您配送，送到您小区门口，欢迎大家过来订餐。